着算讲电话卡通啊，是搁会当妈讲啥？说煞去啊！等想清楚才去讲好啊。喂，是，我是叶小姐。哦，多谢你，无今暗时啊，我才去看厝吼。多谢。公司这个 case 要处理好，唔但对公司有好处，对于威廉嘛真加分。我得想办法，好好甲威廉斗三工，弥补这错误才会用的。大家算算的哦，咱今天吃饭都十一个人啊，还大家拢在板凳哦。我真无感觉，原来一家人吃饭是遐尼啊幸福。是我家己唔知要珍惜，唔知是不是有机会，会用过一遍。重新体会迄款的幸福。梁小姐，你伫遮啊？嗯，拢给你阿姨马上去找伊。哦。好，我写。这摆领导的人啊，态度是安怎？啊，因敢唔弄清楚？啊，规个代志拢是误会。我有跟因讲清楚啊，相信因大家嘛拢了解，而且袂去伤害着副总的名声，请总经理放心。啊，好佳哉，威廉哦，爱坚持要低调，啊，邀请遐亲戚朋友，每一个人拢会当信任，我相信。因绝对袂讲出去啦，啊！即下看起来，婚礼破局嘛不一定是歹代志啊。莫德卡，你也因祸得福哦。我听无总经理你的意思，要毋过迄件代志真正就是我唔对，除了好好反省以外，我真正无其他想法啦。啊，你还阁少年，啊，发生这种代志，啊，对你来讲，确实是有较严重一些啦。啊，你一时无法度消化，这嘛是难免的。啊，不过，你也想得清楚哦。卡孙若真正爱威廉，你就要对你家己有信心。因为咱人活在这世间啊，活愈久，对不起的人就会愈多。卡孙，你若想讲。要对一挂人，搁仁至义尽，最后你就会忝死。
啊，多谢总管你看家。要唔过副总甲小秋的婚姻破局这件代志，我真系做袂得过。你敢不袂得过？啊哪呢？你想要安怎弥补呢？阿郎，会当第一落片的时阵去伤害别人，啊，甲辛苦的时阵才来弥补，也不过绝对无可能。第一成功的时阵去伤害别人，啊，落片的时阵才来去弥补。我希望这点你都爱记哦。只有成功的人，才有资格去讲弥补。想到咱用啥个病啦？我拄好打电话嘛，结果是病医接到的，伊就讲嘛昏倒送去病院啊。做完检查以后，医生是讲妈最近失眠啦，物件吃伤少，血糖太低，晕眩症发作，再危天跳人落来。啊，手会那跋到安尼啦，啊，佫倒还受伤无？无真严重的外伤啦，所以医生讲哦，伫厝内休困就好啊。嘛，有摕晕眩症的药啊，是讲较注意嘛，是毋是有脑震荡的现象？哇，奇怪，阿妈毋是拢伫咧店里，哪伫咧路里昏倒啊？恁妈讲要送物件公司哦，小夏啊，啊都无转来啊。我想讲是伊甲恁二姐见面咧讲话，我毋知毋敢敲电话吵，哪知是昏倒啦。一定是二姐搁恁妈生气，毋才激动昏倒。伊拢大人大正啊，搁安尼，我著甲伊讲，妈身体都无爽快啊，卡着骂伊。莫安尼啦，代志无问清楚，敢要怪恁二姐？妈，妈，妈，你头壳过戆无？你讲对，无爽快啊！来来来，头刀来，来来来，坐靠边，哎。代志啦。二姐做啊！啊，是不是二姐搁做啥物代志，让你生气，你才昏倒啊？无啦，毋是啦。我要去看伊，也毋过我无看到伊，我将物件放伫个柜台，我就走啊。我是感觉黑暗暝，啊，都毋知影人啊。哎呦妈！你莫阁烦恼二姐啦，我相信伊予人带去北极，也是啥物，咱会好好活落去啦。哪有亲像你啊，这尼啊操烦，你来好好照顾你家己啊。我若是无好好照顾你家己，是啥物人要替我生三煮饭啊？我的求生技能是无二姐这尼啊悬呢，无你我真正无法度过日子。妈，你莫有遐尼啊操劳啦。即摆应该是阮好好有效地照顾你的时阵啊！你安尼一直烦恼阮，我也感觉你真正就不好的呢。妈，我即摆打电话叫二姐等来看你好不好？莫啦，莫啦，莫让伊知影啦。我不想要增加伊心内的压力。搁再讲，我也无代志啊。莫啦。苏老哥，我看内底一水路拢新鲜啊，爱水倒头出水嘛，拢袂稳。啊，搁有啦，这冷气哦，老式的，那袂凉，而且搁了电。安尼啦，
哎，大哥的储水哦，佮我减一千啊。啊，我替你换一个热水炉。换一个热水炉，买几多千块呢？也唔过，你若做半年哦，啊，都够本啊。小姐，哇，你身材真水，啊，算盘佫真好掂呢。无当你讲听哦，啊，合约敢袂当借我看者？好，谢谢。朱老板啊，啊这条哦，哦哦，啊这，哎，你先出嘛！哦，小姐，你手哦，足条链足好绑的嘞。来，我背包来，来做你家啦。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啊？啊，无嘞，想要来做你这间破厝，我走嘞。袂好，干放开！我跟你，我去我一间啊，较好套房，我你大面钱嘛，袂要紧啦。这笨蛋！笨蛋，好啦。走了。笨手，小姐，行，行啦。小姐，那刚刚需要到的那个所在，他处理的人啊，真复杂，太出大事。啊，我今嘛在安尼负责捋捋，有一个所在通住，来出头前。我会当树林先借你啊，毕竟我确实够欠你。啊，莫再讲什么你亏欠我的话好不？是我亏欠你，你唔通袂记？你的婚姻是予我破坏去的，而且我阁害你伫恁家阁较歹入账啊。你的压力遐尼大。我不可能再欠你人情了。你想想做啊啦，这代志自头到尾吼，拢是我的错误，也怪我家己，才造成这种结果，本来当怪你。好啦，啊，就算是讲哦，咱两个人拢唔对，就做回来承担。幸好我借你一寡钱渡过难关，才好讲。啊，若无，我也不知要安怎跟你斗相共。但钱除了钱以外，我拢无其他办法。陈总，我讲唔对话啊。我只是常常感觉过去的日子真足忝，从来都拢无人安尼甲我斗相共过。自细汉，大家拢讲我足坚强的，足有能力的，所以啥物代志我家己担，家己吞，唔敢向任何人求救。啊，若真正做唔到啥物，嘛唔敢让阮爸妈知影。就是怕說他們會對我失望，所以我把我自己逼得很暗的，讓我自己壓力很大的，把自己逼得現在這樣，越走越偏，越來越沒辦法休息。坦白說，我真的很後悔，我真的不知道以後要安怎面对所有的人，要安怎做代志，唔知影以后我的日子要安怎过落去。我了解你的心情，像像阮妈哦，是阮爸离婚以后搁再娶的，伊为着要证明讲，伊当下去这个位置，伊对家己要求真高。啊，对我的要求吼，也是同款。所以你看，我这些年纪，要做遐尼大间公司的副总啊，老实讲啦，我是认为讲我家己打不起。啊，不过，嘛是爱喙齿紧咬咧，把代志做好，别当怨叹。啊，若无，
爸来讲，我身在福中不是福。你今仔日做大个呢？燕哥相信，只要你肯有耐心，斗斗磨练，总有一天一定会当独当一面。我嘛感慨祝福你，会当两站吼，渡过这个难关，变作是搁较厉害一个小夏。对啊，啊，透早阮爸还佮小东来找你的时阵，我听因讲小秋要甲你分开啊，这是真实啊？小秋甲我讲要分手的时阵，我真正是雄雄无得接受。啊，不过后来我佫想一个，我确实吼。是想过着急，甲小秋求婚啊！真侪现实的问题拢无考虑着，包括阮爸的感受、阮妈的感受、小秋的压力，还佮我的压力。我承认啊，我确实想要冲动。婚姻啊！只有爱，根本不够。虽然无钱，伫亏损，啊，不过我已经想办法咧挽救啊。亏损一日，你要安怎救？这个男人，我足孤单，我不想要过过一个人的日子。今日照公司的规定来处好。最起码开始，负重这个职位。我超人来管理，我真清楚我的感情，咱得做好朋友就好，安尼较自在啊。副总林威廉停职，我们就好加财产就无计好伊，你哪会当安尼对伊？谭哥，你是为着外口一个好心地铺路，所以才找上好的朋友来代理。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啊？你哪会搁在一直轮回耍，扰乱我的决定？我就将你这个总经理的职位，潇洒给你停下。心若有坚强，认真向前冲，不惊失恋，予我的创伤。爱情的风霜对我无路用，思思念念你的笑。照顾。